干嘛呢？你是出来呀，还是出来呀，还是出来呀？不敢出来，这是你们的界限吗？出来玩吧。还不敢，今天晚上还都不睡觉了，都在这溜达呢。出来吧。哎呀，给你们好玩的，来，来看这，才20多天，他的眼睛还不是看得太清楚。来，你看你，看你妹妹叫你出来了。妹妹说：“哎呦，还推你一把。”哎呦，小四宝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凶？小四宝今天又活跃上了。又出来了，对，四宝宝，小四妹，小四妹今天也不文静啊，你也出来来，你叫人家出来了，把人家脸嗓带推的，又吃上小手了，最爱吃小手了，乖乖，你的主人给你起好名字叫乖乖，那大王子，大王子，大王子可漂亮了，又是个长毛，那个大长毛。怎么样，出来好玩不好玩啊？小五妹在这打架呢。你俩这招式也太温柔了吧。哎呦乖乖，来抱抱你啊，抱抱你。哎呦，别叫啊，你叫你妈都回来了，看看你。回去，快回去！呀，蓝妹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不是在那个屋玩呢吗？在胖虎玩呢吗？啊，蓝妹，蓝妹是听你点声，赶紧回来看看，我给你看着呢嘛。啊，我给你看着呢，妹妹。啊，我给你看着呢，你去玩吧啊，小汤圆，快出来来。哎呀，敢不敢出来呀？哎呦，汤圆也胖的呀！哎呦呦，别叫啊，别叫，别叫！哟，汤，今天真乖啊，汤圆乖啦！哎呦，汤圆今天乖乖了，多开心！看我，你干嘛呢？哎呦！